头里疼，头里疼，我看到天上有那个飞行器，那个飞行器，在天上呢，在天上有飞行器，这种飞行器，让每个人都产生不安，现在天下没有以前那个太平了啊，现在很多的无人机啊，随时随地，都可能出没，来轰炸别人、暗杀别人哦，不像以前，很多地方是伸不到、触及不到的啊，但是现在不是这样了啊，很容易就触及到，很容易触及到，所以现在实际情况啊，没有以前那么安全了。科技越发达，一个让人的生活越焦虑，所以外星人要出来，要收拾一下子，收拾一下子，好啊，好，知道了，外星人要收拾一下子啊，所以地球上的人呢、没有那种道德约束啊，那么，技术越发达，人们越是不安全，是这么一个情况。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